跟大家讲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如果我们把粘土捏成像电池的形状，其实它就会有电。我们一般粘土这样子是没有电的，就是你当你这样搓一搓之后，然后就这样滚一滚之后，拨块粘土出来，然后放到头上，这样有没有像电池？对不对？然后，我自己试过是这种电池，它的电力比较弱，所以通常我们要多接几颗，它才可以让灯泡亮。然后像这个就真的就是粘土，就什么都没有粘土。然后多接几颗，它会再亮一点，然后就把它这样接着，电池要接着，然后接着你就把灯泡放上去，其实它就会发光了。就是永动机不是不肯做出来，有没有觉得很神奇？我真的觉得神奇到爆了，对。